谢谢谢谢谢后面的朋友好不好？照理说这个应该在坐后面一点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在坐后面呢，我没有办法唱歌，这个声音是会打回来的，所以对后面的朋友们非常非常的抱歉。嗨谁哈？谢谢。今天真的很开心呢，能够你过来讲一下。谢谢，因为后面还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节目，所以呢，OK， 好了，我嫁给你呀、啊，我条件要公公哎，好，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，一百年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见面，是啊，好了，谢谢啦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荣幸。希望呢，接下来的一百年，我还可以站在这边唱歌。同样的，我也希望看到你们。总之，这是大家要健健康康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想在一百年里面呢，应该是有很多人会在今年许愿。接下来呢，要为您介绍的这一位年轻人呢，也是他在今年许了一个非常大的愿。他说，他除了得了百万这个奖金之外，他还想在一个万人的场地能够开唱。所以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给这位年轻人掌声鼓励，欢迎许富凯。Your time